帮我看看这个人，我想知道他现在是生是死。吴心源都已经被抓回地府了，为什么人间还出现跟他相同的鬼气？你听过人间彼岸？饰演钟馗的贺军翔抽丝剥茧到酒店打听消息，由李佳颖饰演的现代版狐仙跳脱过去形象提供重要情报，剧情精彩烧脑。你们都别说话，这里是我这个事还没聊完，走什么走啊？坐啊，都忘了要讲正事了。地府 BOSS 辣翻天，周小涵与贺军翔、杨明威俏皮互动也让观众笑翻天。反转套路的神仙设定，搞笑出场，不但爱打电动，还有 cosplay 嗜好。这个叫人间彼岸花，主要的作用是镇定剂，而且只能极少量，否则就会麻痹神经过度死亡，所以绝对不可能让精神错乱的人恢复神智。哇，成王大大懂了好多哦。杨明威充满张力的演出也让粉丝叫好，接地气神仙人设反映在收视率达 1.85 新高。靠，你是人还是鬼啊？接下来就得看看整件事情背后的主使者到底是谁。人间彼岸花现成为剧情重点，新角色亮相，台剧再创新意。三立新闻主持人焦家宝台北报道。